我方下塔需魔要也是支被援。单杀的状况，上路也无法突破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下五月将有道。挡住他们，推进。我的毒液四处飘荡。我的毒液四处飘荡。收拾好多人，这样就是他妈的，别吃了我们。我一级的棒子没用的，杀入在线吧，他们肯定要追踪了。抢他，抢他，抢他！回复。这怎么不斩我？刚才那个无敌斩是距离太远了吗？没有。好多人啊！又是节机器节奏。我在 CD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板下停，有板下。板下兄弟，哎呦，早点板，我喊你了，你看这强力金玉还不板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你别急啊，兄弟。天辉剑影全灭。你的板是不是很短的？我二级的板，我先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他把我毁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下路保德鲁伊可能还好点。风行牛头上。小刀毒液。带着毒液，充满活力。在线吧，带球吧。走。我的毒液四处飘荡。御影剑主全面加固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有机会。三年啊！折磨我们的敌人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
我靠，我要经验啊，不要钱啊。是唯一的解药。对啊，我是要经验，我不要钱。用线给我秘法。这边有大刀，增加疯狂。推进。走。想不越将要打虚要倒的。你的熊，我没六。钱放在哪里？我会插棒子。插棒子放哪？他一看放上面有多少？有眼睛的。我的忠诚的意思。再打半血。给了。推进。剧毒的。刚才你被夜眼军团击杀。亲子们，我的敌人，先恶先凶。我靠，一个一个的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这个最末端的，最好的那个。好吧，我没看到。抽不抽？不抽，三车没有。好。你能够赢吗？好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然后怎么了？王八蛋，我中炮了，你中死干一波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，集中，集中了，集中了。哎，过来人！甜蜜的姑娘。哎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挡住他们。啊？有啊，有盾。走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充满。三换三，没霸，啊，你掉个盾，你的盾，你盾又不值钱了。我们再拖一会儿，我们再拖一会儿再下。我简直就是死于不明 AOE。终于三级暴击。先了先行了。九生，这边这边能不能插个眼、啊、可以啊，但是我觉得那个眼没这个眼 有用啊。带着毒药充满活力。妈的，你上塔一摸两下，在塔防滚他妈的！找地方，找地方藏吧。好难。不要进包了，哎，没打。巨毒。
Nice。哎呀，没密到我，我回家了。我看不能了。这个你要打一下这秒，这秒上你的捆捆，你打一下，我就打最后一个捆就死了。是啊，这个可以试一下。可惜要打一下大爆的手，大爆的手，你们把经验推过去，我不能。中都来了，中都来了，赶快。打的是下路刀。好，这边中这边。打打打打打打。还有剑圣，有剑圣。剑圣，等会儿。就那个别忘了。啊，这个有点多，算了。那走吧，别喊他没意义。哎。走吧。我刚到。刚才就说你不往后面跑，你要说跳板，你要说沿风心崖板，那个秒和五个人在一起，坚持没有输出四王过不来，怎么就打不了？我还没打好了我。先搞个没肯。他不出来啊，他就上猴了。你留守给 F， 他留守直接跑了，怎么打？你要没给打？给完你不应该往前冲啊，换道的。哎，我就不该去。他们现在斧王跟女王都不飞，就是剑圣飞，然后前期墓碑和凤凰蛋打团厉害，仅此而已。剑圣分身。啊！你就这么抛弃了我？他没大的啊？他没大吧？多少？有风行的 AOE 他们推不了的。我的毒液又开始流动，搅动毒液。装备。我们两个想要怎么牛？算了吧，我们牛不在，我控制不住，可能杀不了。慢慢打就好了。我的毒液四处流动。都是毒液孤王。你说给个密码，我二十给个密码。毒药。这个板二百，这个板我二十，你给个密码。有一号上没有，号上没有。如你所说。想毒液将有限。你是打算来插棒子吗？可以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干嘛？
你就好好好出去不行吗？硬是出去耍耍。天辉剑圣全面加固。A 段 A 段，刚才我都把剑圣控制了，就是没事出。在 A 段吧，刚才。买活疯狂打钱。钢影魔完全不用买啊。我跟你不要去啊。我没上，你不是没看见他直接冲我啊？我放个棒子啊，风行死的，别动他，没肯加先锋盾，动不了。会吼我吧，
剧毒的触摸。刚刚为什么不沟壑加油一号他们啊？不知道呀，打不掉，后面放的箭呢，完全打不动啊。我要打，可能是不打不打，要打不打。你跳吧，你跳吧。你跳吧，我就买这个。买物买这个，我在里面，别带我看，别带我看，别带我看，我不看。我买到了，我们买物。别带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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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你的死亡比你的战斗更加丑陋。这是你的光荣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大。被小僵尸打断了，太远了这边。直接从这边跳下来啊！我方下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方下路兵营需要，我方下路兵营已经失守。我方下路兵营已经失守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两星要加的需要支援。下路拿剑什么的，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下打三个打中两个打不过，我又没等级，怎么打呢？我本来一个人混着，他到一方也还没好打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下路我感觉拿打不过。反正就感觉你们俩跑的话，被打上了好。就下跑王，打不过他们。没一个飞的。哎呦，想杀个人这么难吗？你十一连跪完都得了鱼吗？我方上路兵营已经失敌，方将出动超级士兵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哎，这个凤凰是玄月吧？你们几个都是反派的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有道理，我觉得你过来跟我一起能打过。我跟风行谁被冲脸谁逃。我方一进需要支援。
他打了，打穷了，反正打穷，他等级不高。你下路我有等级，我感觉单打他们两个，他们俩发育还比你们打一个人那就好一些。一直在这下路，使用什么攻击就在死。哎，心疼，让大家心疼了。连续两把被僵尸加楚王打蠢。嗯，我伐木机应该也打不了，因为你要伐木机要补兵啊。你没那么多蓝地的，你肯定是要补兵的，但是面对斧王你是补不了兵的，你一补兵就被耗一波。剧毒是没有，刚那个剑圣说打僵尸加斧王僵尸加斧王可以一个人单，然后去杀另外一路。问题是没有什么一个人能单的，伐木机倒是能单，知识经验，别人断兵。但问题是你一个人他就去断兵了，他就所有兵甚至还带着你的野怪一起收，然后就去跳刀了。刚刚那局是没法翻的，影魔被 QP 打蠢了，然后斧王早早跳刀，跳刀斧王配合一个很肥的 QP， 我们就是各路被抓的节奏。吓死我！怎么声音这么大？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
请挑选英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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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请挑选英雄。请做好开战准备。武王必胜。自从我发誓要收复家园，我才没有人能劝阻。但现在我发誓，我们胜券在握。就斧王跟我上单斧王跟那个沉默下，然后猛犸中，给我个吃数，攻上斧。30秒后战斗开始。啊，你出个鞋啊？那我中。你去上，千万别上，我没路走，感觉。末日上，末日沉默宝，末日也可以。你反正你跟末日换岗嘛，你们俩都可以打野。走走走。征战号角。你干嘛、啊，末日？特全场。打野大了，民族这儿真是文武将相。
后去召集新的精绝。哈哈哈哈，看着点啊兄弟，赢了才能加好友啊兄弟。草莓鸭掌，无所不及。凡的力量在增长。第三把我去下了。我操，还晕！我操，他几下打晕我了。真是背。这是我的金币，极速神符。看到你了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兄弟啊，没学好啊！我操！还好他玩的不是很好。先让我晕屏吧。这个瓶子给我，我家里瓶子给你。猛吧。我妈，你拿瓶子，没买到瓶子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不会再失败。我是不信你混吧，我还有1000块钱，我拉一波野我就跳岛了。小招手，钱拿走了。
太他妈假了吧！血魔六了。四川女，不是你去上路混吧，我拉波野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这人剃个光头啊！浑圆容不下我。我终于知道对手如此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当然。哎，往这边跑，我在的。哎，他不勾你。巨魔过去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鸟妈，我这跳得太慢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无所不及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力量在增强。快走！奈斯，不行了，我也不行了。这是什么军队？人太多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直播打这样可以。哎，屋开瓦了，要几道的话，真就能救你一波。救驾来迟啊！我就是想等你们，所以没有压兵，不然的话我就压兵收野了。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华条刚才没勾我，肯定是要干你的呀！我这陈默来，我踢。着急呀、啊，我这是想变个点儿，哎，可惜、啊。你们大一点。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干他！我先走。我没有电炮散，我没有闪。给他一电炮死了。巨魔，巨魔，巨魔，巨魔。
卡个时间走。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。我想开波物嘛，再过来的，猛马太急了，节奏大。我们必须得有一个点肥啊，要不后期不好打呀。有，我也挺拼。怎么都有大啊？血魔夹腿战鼓。雨神，你刷个没可吧？那有大的，小心点儿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操，双倍就被打死了 ，N 个大。好险，美的灵魂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千万别怕。我方中塔已被反补。我操！我踹他。完了，你这沉默了。还有更多的灵魂。这没人救吗？需要支援。这是罐装的笑声。我操！一次痛苦的经历。斧王，等斧王节奏，斧王来找我，我有输出的。我现在不知道带哪路啊，啥路都有人在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灵魂有收割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他勾过来把他杀了。打中山了。肉山已被天辉。没办法，我刚刚 TP 下取消了。TP 上去了吧？我 TP 一个，小心呐。你来找我，上路能杀。那我正在找你。灵魂有收割。不行，他们两个过来了。我们东下路走，上路四个，上路四个，快走。你跟沉默没法动手吧？我们要等猛马这把跳啊，我现在没法刷钱了，只能蹲人。末日和猛马最好来上，猛马也有战斗力的。接波团。进树林里吧，一个导弹炸出来就死了。这波不能打吗？不能打，我踢走了。不敢走吧，都走不了。血魔大根。我方上塔需要，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无处可藏。
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来，我靠，都下去了，都下去了。踢下了吗？踢下一个。干塔。他有盾，他有盾。那几个我没看拿。干塔。弗朗，你怎么不踢啊？我踢皮上了，没有钱。顶走啊！这团一直在对眼，一直没法打钱呢。主要那个位置不好打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太弱势了，得往上跳啊才能打呀、啊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幸存的灵魂千万别怕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这不引刀了。还有更多。等不起啊，得找机会啊。你九分钟不是就跳了吗？一直在蹲眼，我一直在换命吗？一直一换二，前期的节奏太崩了。行动。第一波出动我就二换一，我就说让我杀小鸡，他还是亏啊。天威对贴在了地。无所不及。哎，这个装备现在也带不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正面绑得太严重了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失去的灵魂，我会一一找回。灵魂向我招手。知道，这不止一个人啊！我想知道是猛犸在哪。我操！你别看到人就退啊，大哥！重要的是怎么用？玩不玩啊？你。这兄弟啊，这不是一般能打。你看到人就跳走了。守宝地吧，没有胜算了，等犯错误。对面其实这盘挺菜的，没什么高手。
盾应该刷了，我们可以抱团开个雾。我盾打了，龙马让我看到一次你的大招，二十分钟了。我魂都没，我去收魂。抓人吗？那就打吧打吧，他们要推上，他们要推上，打吧。没盾没盾。斧王走前面，有人看见没？龙马大大。哎呦我的亲哥！我真不应该出这个梅肯，没蓝用。前期太猛了，我想走下路的。给我换个全能或者僵尸都能打呀，上路换一个，换个小鱼人之类的。然后让那个沉默去保一下就完事了。那别人要玩末日啊？这遇到大酒神的光环还是不够强啊！哇，中路都被人单杀了，我还强？你这连跪之后光环就从三级掉到一级了吧？我是看你的光环我才匹配的，结果我还太年轻了。我快憋憋。裂隙拒绝了我，当然。打入沙狼。灵魂我收割。这烂跟我经济是一样的，都是一发跳。我好多手掌之力。哎，我们家沉默是不是有高分啊？寂寞更加强大。开悟了吗？还是说有巨魔啊？五级大根啊！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就盾我带线吧，上路不用去了。这小鸡干啥去了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斧王看人，我的亲爹啊！哦、好嘞好嘞，好气派吧？你在看哪儿啊？你火到可以杀的，1750。那个鸡怎么跑到那儿了？我想了一圈，我发现你已经被死了。你这九分钟跳刀，结果打到23分钟还是一把跳。那我就想浪费装备，我跟你们换节奏嘛，结果全崩了。那你只能赌一波，没法打。我合计着能把盘活一路呢，结果一路没盘活。肉身已被天辉军团击杀。不朽之守护。东山再起。现在只剩一个赢的办法了，就是，就看你的了。看我什么？你连我都不蹲，你还看我？躺着看我吧。对面送一班，下回那个。那个恶搞视频里肯定会出现的，对面肯定会送的。大根的故事第二季，绿色环保又健康。别追出去啊！终于有人丢控制器了，我操！哎，你前面怎么不跳的、啊？崩了崩了！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
夜眼建筑全别怪我吧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下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方下路兵营已经失守。啊！还要送一波再打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勇敢和愚蠢只有一箭之差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，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远未结束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，我方营地需要支援。精确性和准确性都得到了保证。我的命越来越强。我方营地需要支援。我方营地四个六个，操，太惨了。我方遗迹需要支援。大九人会不会有人黑你？你的智商跟你的魂数一样。我方遗迹需要支援。两个了。你那边弹幕已经爆炸了。我去看看。这盘挺好看的。对面是听直播吗？他怎么知道你说的话？我估计这盘都是低分的，你看都不认识，对面也不厉害。这盘是可以 1v9 的局。我靠，前期他敲了我一下就把我敲晕了。哎，有点嘴。
没有，连输。你这个搞法，别人都没有精力跟你玩了。到处都是人，不是约的人，是排的都是不认识的。是啊，你这肯定是连输。怎么肯定就是连输啊？休息了。休息了。吃饭。不吃。啊？你先吃，你先，我不吃。吃完了。我没胃口。你先垫上两个，行。别别。啊？真不吃，真不吃。毛病呢？老婆，老婆，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，请挑选英雄。我操！请挑选英雄。还剩十秒，对面还要想这么久，这么好的他的阵容，拿个斧王啊，这根本不用想。智敏力三巨头，对面还要想一下拿什么中大阴谋比较好，来个女王，你就玩烂吧，烂挺好的。
好开战准备。重担猛马，这一点我们十拿九稳。哦耶，这个逃不过的谁人啊？圣权，那这局我们妥妥的了。不言而喻，胜利在握。灵魂有。30秒后，战斗开始。投石战场，前进。征战号角响彻全场，钱归我了，是时候去收集新的藏品。我操，啊，怎么办？啊，李阳去中路吧，李阳去中路吧。这 TP 送过来吗？那我也送一个啊。这都行。但给我一个大红吧。我操，手抖了，手抖。他三级了，我才一级。他瓶子了。变个鸟吧，啊，现在变不了是吧？力量
这个先别送吧，让我先送平。拉鸟，想都别想，我投身战场，好，在中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加退，当然，还有更多的灵魂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灵魂我收割。某马上去了。又是回复。行动，这也需要收藏。
放何导演。我的秘密大收藏品，网跳了吗？夜眼建筑全面加固，需要更多灵。跳了跳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
收藏品，千万别怕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需要支援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确实如此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没 TP， 我 T 得下。双倍伤害，向前来吧！哎呦，是我的人头啊。他1200的血，算了吧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已被反哺。灵魂由我收割。还是饥渴如故。我在稍后再用。这好难抉择。我操！前进！我已饥渴难耐，还有更多的灵魂。既往。
地盘更大了。不该急的，我去 ACE 那建设没意义，后手就好了。终于有了一个人头，不过还有一个贴身大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我方中塔需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额头神战场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不敢上去，害怕有针眼。对对面打的挺猥琐的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灵魂由我吞噬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千万别怕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有来个灵魂，我就消纳了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好强美的灵魂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力量在增长。
金钱一着手，还有更多的灵魂。一如既往。装备还在吧？给我装备，别吃别吃。确实如此，我的另一大收藏品。哎，你出去啊！你出去。你就假装是进来放眼的好了。抱团抱得好紧啊。等他火了我们可以推一波。别过来吧。向前。力量在收割。可以推一下。前进。啊！敌方下塔已被反捕，都这么谦让。确实如此。你是我的从心到魂。推不推高？不推高，盾要没了。还有更多
烈焰陷阱全面加入。先走。我操！好像还是让盾没了比较好。怎么这么多观众？2800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们这个阵容，我方中塔高地不太好上，我再刷个兵营。我的耳朵，天！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嗯，对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我会切烂他们，然后再切烂他们。他没地，他没地，他没地。推吗？我好死了。我不能上去 A 塔，我没盾，完全不能上去 A 塔。当然，要不算了吧？我说这装备也不是上高地的装备，能刷个兵也。哎呦！哎呦！我操，就是他刚才。剑刃之力伤了我的。开了个疯狂面具，中了个无敌斩。哎，不考虑观众感受了，要刷钱了。我方上塔已经失守。
哎，他们是不是打盹啊？靠过来，我先射一箭。好像可以打。小鱼看着先生，在里面打，在里面打。右山已被夜眼军团击杀。真野，先溜先溜。请将我葬。啊！不回头也不会死。他在这放了个针眼，陈默在这放了个针眼，看见我钻进去。做 BKB 吧，失去的灵魂我一一找回，前进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烂来杀这个斧王。
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要有蓝才能杀。上了，他们人齐了。走吧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从暗雷之交逃出来，我方中塔已经失守，也不是难事。亮开雾，直接开，直接开。开始找他。是哪里？是哪里？哎。我方上塔已被反捕。千万别怕。打了一笔钱吗？我想收点魂啊！你们抢魂好快。现在不用开了，他们集合了，等他们人分散了再开。开吧，开吧，你我风行伐木机，我们四个开。伐木机再带一下中路。哦，我知道有人。大家先看。来这看，来这看。你不带他也行，他有飞行，你让他带线，我们三个开，开。小鱼来带。感觉还是很集中啊。没法去抓人，刷个买活吧，这种别去了，去了肯定有危险。我知道我能够信任你们。当然。他们这阵容打团比我们厉害，打招流。在这，别管他，他还能买。
山已被夜野军门击杀。守护，你有灵魂。千万别怕。灵魂有咒手。